看我今天给他们做什么了。妈，爷俩给他比裙带菜，作为一个手残党妈妈，裙带菜直接煮的，然后放了两根肉肠，我老闺女超爱吃，你看大舌头，直接蘸点那个火锅底料就行了，他和爸爸比菜吃。嗯，真棒。嗯，好不好吃？是不是像面条一样？裙带菜泡发直接煮里就行。好吃的，嗯，看来火锅底料好，一大箱五斤，对我来讲，对于我家来说太实用了，因为我不会做菜。还有这个肉肠，这肉肠是40根，39块9，40根肉肠，反正煮了、蒸了、煎了、烤了、炸了都可以。太阳升，要不要了，闺女？给你来一根来。你寻思你筷子跑哪去呢？爸爸拽一下。不是，你给我拽一下，就一根给你老闺女。哎，给老闺女。你放这儿了啊，一会儿自己夹着吃啊。人家点名要吃正的。哎呀，真香啊。吃吧，给你裙带菜。找着头。哎呀。棒棒嚼碎。好不好吃？我家二宝是不是比较好养活？